哎呀，各位老板，快请坐，快请坐。来晚了，来晚了。少坤，多谢几位老板今日赏光前来。刘少爷，今儿请我们来，看这阵势是有事要谈。事情我们先放在一边。诸位先看看桌上的礼品，沙漠人参，又名不老药，野生于沙漠戈壁。 是少坤特意托人从阿拉善远带而来的，想必各位都知道他的功能，补肾阳，益精血。这是少坤的一点心意，不成敬意。刘少爷不仅一表人才，还深谙为人之道。刘家偌大的家业，真是后继有人了。张老板言重了。少坤以后还要和各位老板多学习才是。刘少爷，在座的都是交心之人，有话直说无妨。 实不相瞒，少坤这次是来和各位老板透个底的。那不知刘少爷，您这透的是什么底儿？我们刘家有意与几位合作。刘少爷。 可是这程家一直是我们几位的供货商啊，今儿我们要是收了您这礼，不就是背信弃义吗？对呀，是。丁老板说这话真的是折煞我了，在座的都是商人，我们在商言商。如果几位老板愿意与我们刘家合作，现在的茶叶底价我们降低一成。一成。几位老板。 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少爷，这是八大茶园今年的投入产出，还有各家的流水分红，以及客户的资料、地契和合同，都在这里了。这么多，这已经是老奴整理后的资料了。老爷刚接手这份家业的时候，也是手忙脚乱，一团乱麻。 这熟能生巧，时间长了，也就信手拈来了。少爷，您刚学画的时候，师兄有成竹吗？不是，您知道今后会画成什么样子吗？自然您也不知道。这世界上啊，任何一件事，都得下功夫，用时间来考验它。 画画是一个人的事儿，可这做生意，我还需要像乔叔这样的得力助手帮我才行。老奴这条命，是老爷刀山火海里救出来的一条贱命。少爷放心，老奴永远不会离开少爷的。乔叔，希望您对秋水，也能如同对景墨一般。 我知道，如果他不改生辰八字，老爷也许不会死。老奴知道，老爷一直疾病缠身，机缘巧合之下，我也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，希望老爷能找一个八字合的人。也许，小叔，少爷，我不应该说。 让少爷伤心了，对不起。不，这一切都怪我。不对，是我，是老奴的错。小叔，秋水要为爹守寡一生，就冲这个，咱程家都得对他好一点。这老奴知道，他是老爷的未亡人。 好歹，
也是你的小姨娘，这辈分变了，就得改口。这如果让外人听见了，对咱程家不好啊，知道吗，少爷？少爷，少爷，少爷，怎么了？您快过来看看吧。秋水，爹对不住你，爹一时糊涂，害了你一辈子。爹，现在说这些话也没什么用了，我不怪你。说这些也于事无补了。是爹该死的，爹，爹对不住你。看，都下去。他们应该把我杀了。要不是爹鬼迷心窍，改了你的生辰八字，你也不会到这种地步啊。爹，爹，你觉得你要出了什么事儿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吗？既然都已经这样了，你就更要好好活着，你明白吗？好孩子，什么都别说了。爹该死！爹该死！大成，你闹什么妖啊？张管家，我求求你了，你赶紧报官吧！就说我贪图荣华富贵，改了女儿的生辰八字，攀上陈家的这根高枝啊！赶紧把我抓起来，我就该千刀万剐！你这么说有什么用啊？老爷的命能回来吗？可是我们家秋水是无辜的，我这可怜的孩子从小跟着我受了多少苦啊，我真该死啊。爹，伯父，郑少爷，我可害苦我的秋水了。阮伯父，您放心，今后我定会护秋，护小姨娘周全。乔叔，通知城府上下，往后谁也不提八字篡改一事。此事每个环节都有责任，追究下来，谁都逃不了干系。还望乔叔宴请，护我小姨娘周全，也好让我安心为程家家业做事。是。爹，好了。燕青，扶阮伯父回夫人房间休息。我要为了你变得更强大。这是西山茶园的一品云峰，这个是寒山茶园三长老运来的上品毛尖，还有这些，一共是18担32斤。这是各个茶园这一季的销量汇总。各个茶园的产量情况决定着他们的利润分红比例，这些少爷都得亲自过目，并加盖印章保存。莲蓬，莲子，莲蓬，莲子，你先凑合吃一口，吃完了，莲蓬，咱们再去南山的几个茶厂转转。莲子，少爷，少爷，我刚才说的什么，你听见了吗？啊，听到了。莲蓬，莲子，莲蓬，莲子，有要的吗？
少爷，过几天就是新合同续约的日子了，这些是之前的合同和相应的采购数目，这些是新一季各茶园的茶货产量。还有这些是以前的流水款项，老奴已经整理过了，但是还是有些庞杂。即便我有攻目不忘的本事，可真的要把这些内容看透消化，却还是需要很长时间。谁啊？夫人，是我，我是燕青。进来吧。夫人，燕青有事情想请您帮忙。你说什么事情？是少爷。哦，今日太晚了，有什么事儿明日再说吧。哎，不行，不能再晚了。怎么了？乔叔拿了好多好多账本给少爷，跟天书一样，少爷根本就看不懂。乔叔陪了少爷几日，现在也累了，刚才去休息了。少爷自己一个人看呀看呀，看不懂，他就做不好主持人了。那些叔伯们又要欺负少爷了。夫人，你看，你会打算盘，肯定也会算账本啊。你不如去教教少爷，帮帮他。这些事情我插手了反而不太好，明日你去找其他人教他吧。有什么不好的呀？你现在是正儿八经的程家夫人，再说了，账本这种东西哪能随便给别人看啊。夫人，少爷真的很努力很用心，我从来没见少爷那么认真过。夫人，燕青求您了。我深夜去少爷房里，被人看见了，不太妥当。有什么不妥当的？别人看见了，那屋里头还有燕青呢，他们能说什么？夫人，燕青求您了。怎么又来了？快出去！你怎么来了？我以前做过这样类似的工作，应该可以帮到你。我只是没想到你会来。这每一份合同都对应着好几项进出货物和账务流水，对照统计起来浪费时间不说，还很容易分心。不如我们分工，你来负责审阅这所有的合同细则，至于查获数目和款项流水交给我，等我整理清楚以后再给你一份账目总汇表，相信以你的记忆力应该可以节省不少时间。你先看。
要是燕青可以像夫人那么厉害，该有多好！现在坐在屋子里的，陪着少爷熬夜算账的，就是燕青了。燕青，你怎么坐门口了？你是不是又哭鼻子了？关你什么事啊？不是，少爷又欺负你了？还是又拿我威胁你了？你别当真，少爷都是逗你的。是吗？当然了，少爷对我们那么好，把我们当做一家人来看待呢。咱们少爷是天底下最好的少爷。嗯。给。你给我了，你吃什么呀？我还有一个呢。嗯。感觉我很帅啊。这些账目我已经帮你分类整理好了。你笑什么？我脸上有东西吗？你啊，那个我自己来就好了。你别误会，我只是想帮你擦擦而已。我该走了。等等，没有诉与谁。少爷，程少爷，
我是孟记茶庄的伙计，过来替掌柜的传个话。这一季孟记茶庄的茶户采办不再和程家合作了。你们孟记茶庄跟我们程家合作多年，是不是搞错了？没错，今年不再和程家续约了。没事儿，不合作就不合作呗，咱程家也不缺他一个客户。对，少爷说的对。我是周记茶楼的伙计，过来和程少爷说一声，我们不再续约了。教授，这……少爷，别着急。程程少爷，乔管家，三位老板，谢谢光临，谢谢光临。少爷，我给您介绍介绍，这位是城西的王掌柜，这位是田老板和吴老板。三位老板里面请。燕青，去准备茶水。是，少爷。乔叔，现在去准备续约的合同。好。程少爷，说起来惭愧，我们三家今天是来解约的。什么？解约？啊，难道你们几家茶行商铺都不干了吗？那怎么会？那当然不会。是我们的茶货有问题吗？还是有什么原因？哎，程家的茶货品质一直都很好。那，哎，干脆我就直说了吧。现在同样的茶货，刘家的底价比程家足足少了一成。程少爷，乔管家，我们呢都是做小买卖的，自然想降低成本，谁家的便宜我们就进谁家的。对啊，所以还请你们莫怪莫怪莫怪。那我们就告辞了，告辞了。等等，三位老板，如果我程家现在给你们的底价和刘家一致，你们是否愿意续约？那当然愿意了。程家的茶货品质一直都有保障，价格低了，我们自然是求之不得，没得说呀，没得说。少爷，也只能这样了吧。好，就按我小姨娘的意思吧。她刘家什么价，我程家和她一样。乔叔，现在就续约。好吧。三位老板，哎，请。哎，请请请请请。刘家。你怎么还没睡啊？我睡眠浅，听到门响就知道你肯定因为生意上的事睡不着。还记得以前爹在的时候，每年到了这几天，家里都是络绎不绝的来人。如今我爹刚走，他们就一个个转投了别家。做生意遇到这种事儿很常见，商人为利，谁家价钱低，他们就买谁家的茶货，无可厚非。既然他刘家耍手段降价，那我程家也可以降，甚至我要降得比他刘家更低，我就不信抢不过他刘家。不可，降价抢客户不是长久之计，对两家竞争没有好处。而且如果你持续降价，最后自己也没有盈利。你才刚接任家主，凡事一定要冷静。我们再观察两日，刘家不可能为了抢走我们的订单而一味地去压低价格，这其中应该还有其他的原因。怎么了？我只是觉得第一次听你聊生意上的事，
和平日里有些不太一样。怎么不一样？话多了。我突然觉得，咱们俩像现在这样，其实也挺好的。你若再乱说，我可走了。别啊！我的意思是，你刚说的这些，我要怎么冷静呢？看明日的情况再做打算，先别急。都听你的。太晚了，我先回去休息了，你也早点睡。那你好好休息。少爷，城南的李记、余记伙计都来知会过了，不再续约。城西一直跟咱们合作的五家商铺，一个也没来。虎丘那边只来了少部分人，绝大部分都没有消息。最主要的是，本地一直跟咱们合作的几大商铺，一个都没来。程少爷，我是福记酒楼丁老板的伙计，我来是想跟您知会一声，福记酒楼下一季的茶货不再和程家合作了。抱歉，抱歉。等等，他留下给你什么价？我程家一样，程少爷，这小的说了不算，我就是来传个话。啊，还有，我们福记酒楼和景石轩，还有陈氏茶行，都已经和刘家签了合约。你说什么？来来来，咱们干了这一杯，庆祝啊，合作成功。都是张老板抬，生意嘛，薄利多销，我们一起发财。哎，就凭刘少爷这句话，我张某再敬你一杯。好。哎。哎呦，瞧瞧这是谁呀？程大当家。我说你没有看到我跟张老板正在吃饭吗？程大当家，你这么横冲直撞，可有失你大当家的身份啊！你给我闭嘴！张老板。枉我叫你一声张叔，还有你和我爹多年的交情，竟然背信弃义，不守承诺。程少爷，这帽子扣得可够大的。你锦石轩的茶叶一直是我程家供货，两家往来合作多年。前两日我来找你谈续约的事，你更是满口答应，如今却转头跟刘家合作，你这难道不是背信弃义，不守承诺吗？哎，程景墨，你说这话我可就不爱听了。生意嘛，爱买买，爱卖卖，那是人家张老板的自由。怎么着？你想强买强卖啊？你给我闭嘴！张老板，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你跟我爹是过命的交情。如今，程少爷，咱们今天不妨打开天窗说亮话。我是说过和程老爷有过命的交情，可那又怎么样？如今程老爷已经不在了。而你这个做晚辈的，你有什么资格质问我？就是，程景墨，我们刘家的茶叶可不比你们程家的差，而且我们的价格可比你们低一成，你们凭什么让人家买你们的茶叶呀？咱们讲讲道理嘛，对不对？说白了，程景墨，我告诉你，你是你，你爹是你爹，我能卖你爹的面子，而你呀。还不够分量，做生意啊，你不行，还是回家继续画画，做你的逍遥少爷吧。就是。你真以为你能处处压过我？废物一个！Yeah!
不孝。 说说吧。 为什么咱们程家的客户被刘家抢走了一大半？对，今天必须给大家一个交代。哎，这事儿我知道啊，原因不在景墨，那是刘家恶意压低了出货的底价。这个刘兴洲一心想超过咱们程家，成为咱们苏州第一大茶商。说来说去，还是景墨威信不够。 能力不足，景墨刚刚接手掌家，这才几天呢，你们总得给他点时间，让他适应适应吧。景墨倒是也可以，将我们家的出货价格降低。你们几位能同意吗？不行，不行，那还说什么呀，三叔？现在的底价利润已经很低了，如果再降的话，咱们吃什么喝什么啊？若是扩大外销呢？扩大外销，景墨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，你有这门路吗？ 他哪有这门路？要不是祖上的规矩，他哪有资格坐上家主之位啊？你什么意思？你是在质疑我吗？哎，大叔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景墨呀，从小跟他娘，整天呀就是涂涂画画的，没有学到什么经商的经验。现在呢，我们大家命根子全握在他手里。 我劝大家呀，你们自己盖好好享清楚了。程东贵，你别太过分了。大嫂已经去世了这么多年，大哥这才刚走。你说这话合适吗？够了！我知道你们对我有诸多看不起，认为我没有能力接任家主之位。但在座的都是景墨的至亲长辈，你们可以训我，但我绝不允许你们妄议我的母亲。 至于生意上的事，是，我程景墨是没有经验，但我愿意去学。半个月，我只要半个月。若是半个月我没有挽回订单，我自愿交出家主之位和经营之权。景墨，不能一时冲动说胡话啊！大小姐好，这就是你心里和我说的姑娘吧？你小子行啊，这可比你说的漂亮多了，快给我介绍一下。 她就是我跟你说的姑娘，阮秋水。
只不过她现在是我的小姨娘。姨娘，这就是我刚跟你说的小姑姑程冬宁。坐吧。今年夏天，我们无限第一茶商城市茶坊推出了好喝又便宜的冰绿茶。英国的冰绿茶？没错，我们是源自英国技术的冰绿茶。这冰绿茶可是英国现在最时兴的饮品，并且我们每杯只要三个铜板。说再见，伤会模糊双眼，就让爱演一场离别，空气中搁浅，画面被冻结，风就为的当年，倒转的昼夜，仿佛是昙花一现，匆忙的岁月带走的昨天，想要说我爱你，被吹散了一地，在爱情中面对着恐惧的生死别离，不能说我爱你，时间带走回忆，也许心它会有感应，多年后相遇。吹散